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带你聊一聊这真实的天气突然热了，所以需要喝啤酒，所以现在我来买自己的啤酒了。好了，还是那家店，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店里边我今天买什么啤酒。我现在考虑两种，一个是百威，一个是那个阿萨希的那个生啤，再考虑这两种，先看一下。咱们现在几点？看这家店。这个是百威，3900，4000，4643，16。啊，4632，4632，320，320一件的话一件的话是24瓶。这黑啤的话是那个5000多一瓶，这样。啊，这个阿萨希，这生啤这个话呢是4980，这个是生啤，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那个阿萨希那个，这个也行。我想买哪个呢？这个的话也行，这个是我说的麒麟那个一级这样的那个4180，这两个考虑买哪个呢？然后再大家看一下，这边的话都是便宜的，它不是真正的啤酒，它是发泡酒，它是勾兑的那个酒。大罐的，这个是5780，这是大罐的，那个是小罐的。就买个这个吧。他说好像还有奖可以领，这个看着好像还有奖可以领，就买一个这一箱吧，那一箱吧，看看能不能中奖。他最多中3000块钱，看一下。如果这个中奖的话，中了3000块钱的话，我再买一箱那个，再买一箱别的，再加点钱买一箱别的啤酒。好，现在一看一下，好，现在买完了，放抽吧，兄弟，看看中奖没中奖。把这个揭开就能知道有没有奖。六对的有，六对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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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运气好不好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